有小星姐就是信心的保證，因為她很緊張每一個鏡頭。其實怎麼說呢，她最重要是她一定會對得住自己，因為每一個 shot 都是她自己剪，有很多對白，很多東西都是她，所有東西都是親自，連做宣傳她都是一路領軍地去領著我們。我覺得所有人都說力不到不為財，她這麼勤力的話一定是有她成功的原因。其實今次我這個角色是跟以前不同的，因為以前天命也好，包大人也好，大志哥也好，其實觀眾看到我一面都是太認真的一面，今次認真的是浩然，反而我是搞鏡的那個，我覺得會期待有一點起碼我另一面給觀眾看到。其實他本身個人是挺搞事的，還有都是挺多事情說的，還有在公司是一個活躍的分子，任何地方都會見到他的。那我們開工的時候他又很早到，又已經熟讀了自己劇本的時候，他就會周圍去八卦的，八到很多啲新鮮或者其他廠友，我哋拍緊15、13、14廠，我唔記得邊間廠，佢連一廠發生緊咩事佢都知道嘅，咁佢翻嚟又同我哋匯報，咁我哋知道好多呢個 TVB 裏面發生嘅事。